他跟兵一起上线。 Q 好，对一下，这里还能再耗一点。这样子抓，看来挺了解。First blood。 他一个助攻，8个头，他对线要被卡住，炮车线，他肯定还要推。他爹不全交了，积分值，每次他推不动。炮车线对于建模前期来说太痛苦，你要死了。操了，好烦！他有骸骨，我给忘了。我忘了他有骸骨，哎，我的，我也行，这线能卡一回，这就很亏了，是有点小。 这不是炸了？不会啊，他少吃了一波线，他上线我等要四级，你们猜他会买什么？两把长剑？我感觉他要买鞋子。其实感觉打了正常打也可以打。 他只要食物被抓到就死。他放 Q 2走他内圈就行。他想走一躲我一锤死挣扎。哎，看看现在谁爆炸了？他爆炸了。 他这个直接炸裂，干嘛？活活打死不反抗，他没闪的怎么反抗？他闪现7分17才好，还得5分钟。这样买，得买个鞋，他也有个鞋。这波建模是你玩，好像上线直接没三分之二血。 也不一定，他掉了很多经验，因为他杀了我那波经验，那波线是他跟佛爷哥一起推的，没事啊，等这个千玉起来就好了。千玉这英雄挺搞的，他拿印记多还是买东西起来的，又来了。 真可惜！哎呀，好狠呐、啊！我差了一点伤害，就差一点点，没打死他。点燃他妈差一点才好，这有点烦，搞针对有点。W 被躲了，点燃没好，点燃刚才没好，点燃差一点点才好，还行，没掉什么线，等下一波杀他吧。 下一波杀他 OK
就我看能不能直接越线。敲击敲击，是你的。 应该不行，应该到，还有血。我的爱，居然不死。 我被你拽过来一拳打死，这把主要那回合给我来上，我们进度慢了一点。哦，我掉了好多血，靠！这那么保保这个人啊，我操！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兄弟开黑是不是兄弟英雄联盟？ 兄弟英雄联盟是吧？操！要我不想要了，多买一把铁剑。万能的血甲，机械飞爪，移过来绑绑两拳。他不小心我打的还真不痛，想吃肚子。 哥应该又在上，果然在上，没点燃不上这波，他在这里应该。别打别打，千玉在下路抓人了，这波他妈下路很难受的。 杀的别兄弟，别帮我推线呐！哎呀，我可以推的呀，不过你跑那么远，给你吃好了。真是，锅炉肥，哎也行，如果单吃他。 Nice， 这才叫摇人。 些东海帝王续费了钻粉呢，些东海帝王续费了钻粉，这不比建模好玩？那我肯定要玩建模啊！我他妈建模主播不玩建模玩什么？我又不是网豪玩家。我他妈上有两个金钻，哇！你还出星虫？真有建模打网豪出星虫啊？别职业哥玩啥你就玩啥呀。
哎呦，剑魔，佛耶哥已经开始烦了。好的。<咳><咳>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오, 아이, 왜 이다. 이다 만졌어. 너 하이야 슈? 너 니야 쓰. 先 出个 破败. 改来 先 出个 破败 更 변态. 先 破败吧. 反正这回也不去打团，只是塔破了比较早。4000块买英雄，上高地，还是出破败吧，好抓的你。日服什么加速器 ？VK 好像有。 荣耀刷，这里是不是不太好打去啊？干过家去，前面升个，路过升个11级。哎呀，时间静止系列。 这个意有点臭，剑魔是不是挂机了？这没挂机。你也拿遥控器的老头，哇操！这线全没了，我去上路吧。感觉其他地方都不需要我。哎，剑魔在这，都得黑死。 回哥去哪了？跑上路去了，他还有三速鞋。闪现E铁刺鞭 AAQQ 点火就是。 就这么简单，直接杀就这样。现在下雪，冬天的200个小飞碟。佛爷哥在红没看见吗？没看见啊，在我们家红。哎，在这里。哎呦，想蹭你钱都没蹭到，这不给我，这不要了，这伤害。破败是这样的。 破败出了，走，老头跑不了。中。啊啊！好好好。 没办法，大野没过来给到低飞。别叫我妈来了！啊啊啊啊啊！阿姨快来啊！有人看不良直播啊啊！就叫！
破败碗好像来说不如鳄鱼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天域好兄弟，我操，这是？嗯，好像还差一个，啊，是，有种。 害人精，呵呵，这都1:30了，你妈妈还不睡觉吗？我操，全家熬夜是吧？能不能等到个梦想，没人过来？这里不好上啊，这高地。 这里有点不太好上。 点燃错了，虚弱。坏了，被佛爷哥拿了个1000。哎呦，好烦呐、啊！真是的，他手太长了，摸不到他。加油，兄弟！坏。婉豪是真笨的这英雄，他只要碰不到金克斯，哎，投了，哎，还行，把我宰了就投了。哎，还行。 5PS240怎么做到还开直播的情况下，我两台电脑，我这台电脑不怎么吃配置。